はい、せーの、じゃ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入住的酒店，就在 USJ 的门口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我们住的是商业街这面，下午3点进园还是这么多人，人山人海的。来 USJ 很多次，第一次看这个音乐剧，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。就是演员们的日语说的有点太差了。第一次晚上进入麻流的乐园，震撼，太震撼了！小时候的梦想完全实现了。哎，你来的这个场景，你看了这么多好看的东西，你小朋友想要，我作为大人我也想要啊，所以就一个字儿，买，买，买。哎，所以说他们做得很好呀，想着法挣你的钱。第一次来这个蘑菇餐厅，我们排队排了很长时间才进来了。长这么大没蹦过迪，来一个大范围的现场蹦个迪，结束完美的一天。明天见，拜拜。